女人说这句话，大叔一定爆炸。是我男朋友他拔智齿，啊，脸肿肿的捏。捏什么呢？我捏很好吧？先不说蒋经国，觉得。我捏。经典。你们以前可能有讲过薛薛为什么？没有。现在女生都很喜欢学小动物。可以学点什么？不要录了。大叔装可爱，真的超可怕。